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我是西洼村的扶贫干部刘磊。小兔崽子气死我了，不跟你说了啊，我爷爷又犯病了。王小飞啊，厂长，你哥好像遇到事情了哦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大家的果子都能卖出去，绝不让一个果子坏在地里边。你是扶贫书记啊还是坑人书记啊？啊，这几个意思呀、啊、帮我哥卖猕猴桃。不可能。行了行，开始啊。好，别跑啊，别跑啊。啊，哎呀，果子书记，那么大人了，干什么事怎么毛毛躁躁的？哎，马小飞和王麻子打起来了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啊，这个说明马上就要热闹起来了。永远跟党走，错不了。好美啊！知道乡下有多好了吧？不会让你带来的。